环节就是，哎，你可以表演一下吗？其实到现在他应该大概听得懂了，要是他有一点聪明的话，虽然他是外国人，因为我讲的中文其实几乎就是那几句了。可以为大家表演一下吗？Can you show us something?